大家可以坐低，我未答人。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今日咧，我好高兴嚟到佛教青年协会讲堂咧，同大家咧就讨论这个净土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论著，就是《龙书净土文》。那黄龙书居士呢，又叫做黄日休，是南宋时候的人。这位黄日休居士呢，他考取了国学进士，但是呢他就辞官不做。然而他就在家修行佛法，但是呢他一直呢都是抱住独身的。他对儒家的六经呢就有深刻的措辞。当他接触到佛法之后呢，尤其是呢是净土法门，他就一往情深这样呢就踏踏实实这样去修行正业了。所以呢称为呢我们居士一个很好的模范。他了解了净土法门呢，就好像执金那么开心。他对于儒家六经啊这样呢，他就当作好像麻布这样。所以呢有一句话呢，就弃麻担金，就是表示他对净土法门呢是几咁睇得咁好重要啊！咁佢作咗呢一个选择咧，系相当之有智慧噶。咁佢身体力行嗰方面咧，每天咧佢都拜一千拜佛噶。咁佢临终前三日咧，咁佢就预知时至，咁佢就同嗰啲亲朋戚友啊咁样就告辞啦。咁到咗佢临终嗰晚咧，咁佢就企喺度合掌，咁大声咁样念咗几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咁样佢就企喺度往生。咁所以咧喺我哋净土法门啦，尤其是喺净土宗嘅历史上边咧，系可以讲系一个大居士嚟讲咧，系相当成就嘅修呢个净土。咁以佢本身亦都有国学嘅根底，同埋咧佢系精通呢个净土法门呢个修行同埋实践，咁就为我哋咧就留咗呢一部《龙书净土文》。咁《龙书》就系佢所住嘅地方，亦都系佢出生嘅地方。《龙书》咧就喺安徽省。咁樣佢命名呢、這個龍書作為呢個淨土文嘅名咧，主要咧佢就用翻佢出生嘅地方。咁前邊咧，我哋已經講過龍書淨土文嘅第一卷《淨土起信》，同埋第二卷《淨土總要》，我哋都作咗一個介紹噶啦。前邊嗰兩卷咧，主要是透過我們深信切緣這一關
勸大家相信，我們建立了起碼基本的信和願之後，那這個信願呢，就是要我們了解淨土法門呢最基本的道理，就是西方極樂世界依正很莊嚴，同埋咧，阿弥陀佛咧个大悲愿心系好慈悲，咁样我哋明白咗之后咧，我哋自然咧就会生起厌离呢个娑婆世界，因求极乐世界嗰个心。如果我哋呢个心一生起上嚟之后咧，咁我哋就要落实喺行动方面咯，咁就要做功夫啦。咁所以今晚咧，我同大家討論咧第三卷就係普勸修持，即係普遍咁樣勸勉一切人嚟修持呢個念佛法門。咁樣請大家睇下呢段文。孟子云：人皆可以為尧舜。荀子云：徒之人可以為儒。常不輕菩薩云：我不敢輕於汝等，汝等皆可作佛。是人人可以為聖賢，人人可以作佛。西方淨土乃要截門庭，無人不可以修，故為普勸修持。咁呢一段咁細段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作為一個引述嘅前言。咁龍書居士咧就俾我哋一個普勸修持呢個理念依據，呢、這個理念依據就係直接指我哋一切眾生當下呢一念心，呢一念心性就係我哋本覺嗰個理體嚟嘅。咁我哋修持淨土法門咧，最根本嘅依據。首先咧，我哋睇下啦。咁佢系用儒家嘅孟子，咁样孟子可以讲喺儒家嚟讲咧，系一个圣人。孟子系继承咗孔子嘅心学，咁样佢发扬光大嗰方面咧，系功不可没噶。咁佢自己就话：我只系作为孔子嘅私塾弟子，咁佢系好谦虚。咁所以稱為孔孟之道。孔孟之道呢一種心法嘅傳承咧，就由孔子傳到俾曾子，曾子咧就傳給子思，子思咧就傳到孟子。咁孔門嘅學説咧，就係、是、要大家了解，人人都有明德，呢種聖人之性就係人人都有噶。咁喺大學之道，大人嘅學問就係、是、要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咁作為大人咧，修心養性嘅學問咧，就要回歸到自己嗰個心。人人都有明德，邊個明咧？明白個明德就是、德行個德。但係咧，我哋咧就俾物欲咧。去遮蓋咗，咁要格物咧，然後先能夠致良知，咁然後先能夠把我哋咧本有嘅明德呢種成明之性顯發出嚟。呢、这個咧就叫做明門德。咁第二個明咧就係、是、修持呢一個德，光明嘅性德。咁又講翻第一個明咧。是動詞，使到光明的性德呢顯明出來，彰顯出來，那就是要修德。光明的性德人人都有，但是要用明這個功夫，從現前這一念，這樣就指點給我們看。儒家的聖人是一個很明白的人，他我哋可以追溯翻到《尚书》，中国一本非常重要嘅上古时代政治哲学嘅一本书籍。尧同埋舜儒
他们能够禅让天下。当这个信把天下禅让给大禹的时候，就将这件事呢传授了出来。这样是什么呢？儒家的心法。儒家的心法呢有十六个字诀。哪十六个字呢？人心为危，道心为微，为精为一，冲执其中。咁啊，人嘅心咧就好危险嘅，但系当下咧呢、这个心就有一个道心喺里边。呢、这个道之心咧系非常咁微细嘅。咁我哋可以讲下啦。咁啊，作为一个人，尤其是贵为天子，你要治理呢个天下，你要知道天下一切嘅事。这些都是由你的心变现出来的。如果你的人的心是很稳定的，那你统治这个天下呢，你就会统治得相当好。所以就说，谁依常而天下治，无为而无不为，这样治天下。最终根本呢，就要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控制好我们这个心，要把我们这个道德的心显发出来。这个道心显发出来的方法是要为精为一，作精一的功夫，这样然后才能够稳执其中。这个中也是明德的另外一个表现的方式，就是讲中道。我们中国上古的先王、古圣先贤都是很了不得的，他们都很了解人心当中具有这个道性，有圣贤之性，有明德之性，就是这个传承。所以呢，孟子也都讲人人都可以作尧舜。那尧舜是在我们上古来说呢，就是上古的先王，是王道的精神的表达，即是圣君，即是尧和舜都是皇帝来的。那称得圣君呢，就不是个个都可以推举到的。那尧舜呢，他们呢是天赋得很好，那我们来跟他比较，当然是望尘莫及啦。那从事相上来说呢，我们跟尧舜在能力、智慧、福报上是有差异，但是呢，我们跟他那个体性是平等的，人人都可以通过修心养性、格物致知，都可以成为尧舜这种人。儒家另外有一个大儒，就是荀子，就是讲得更加白，他徒之人可以为儒。咁嘅意思就系话咧，喺街道上行走嘅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儒，即系个个都可以成为圣君。咁听到儒，我哋都会知道大儒治水，佢喺我哋呢个华夏民族咧建立咗一个千古不灭嘅功勋。咁样呢、这个大功系嚟自于佢有大道嗰个体悟，咁所以咧，儒家俾我哋传达就系呢一个理念。咁喺佛家里边又点讲咧？咁亦都同样咁样去表述，但系讲得更加彻底、更加究竟。咁佢系引用乜嘢咧？引用常不轻菩萨。常不轻菩萨咧系嚟自于呢个《妙法莲花经》。有一品叫做常不轻菩萨品。常不轻菩萨呢，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的一次示现。常不轻菩萨呢，就生在威音王佛灭道的像法时期。当时整个佛法呢就比较衰微。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优婆塞咧就系男居士，优婆夷咧就系女居士，佢哋咧都系属于增上万人，
咁咩叫增上慢咧？咁样增上慢咧，意思咧，佢未曾证咗果，佢又话自己证咗果，啊，佢未曾得到有啲特别嗰啲功德啊，或者佢未曾证咗阿罗汉果啊，佢就话自己得到，咁同埋咧又话天人啊供养啊鬼神啊都嚟礼拜我咁样。即是他就是有这些这样的骄慢了，那就得少为足，就不能够回小向大。那所以常不轻菩萨，他是以一个大菩萨的理念呢来传播一种理念。什么理念呢？他就是想告诉各个人听，你们每个人都有佛性的，你们要把成佛作为自己的目标才得的，不能够终止在这个化成做小成人。小成人呢，小成人的意思呢，就是呢证了阿罗汉果，自己可以了了生死，那就算了。那如果大成的菩萨呢，就不是我自己证了果，我还要发大菩提心，我要成佛度众生，那他一定要成佛的。但是如果小成人就不是了，他入了去一个小涅槃，这样我们叫做化成，这样 在成佛的阶段来说，他就走了一半，他自己搞定了，但他就没有这个大心，没有个菩提心，所以他就不理其他人。常不轻菩萨他知道，所以他为了要传达给各个人都知道，你们一定要回小向大啊！咁样，佢就为咗传播呢一个理念，咁佢咧就采取咗一个非常特别嘅方法。点样咧？佢见到四众弟子啦，比丘、比丘尼啊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咧，佢都向佢哋恭敬顶礼，同埋咧就话啦：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咁样。这班增上慢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呢，他就很不喜欢听这些话，他呢就对这个菩萨就说，那你有什么资格受记我们作佛呢？这样呢就要打他啊，又骂他啊，这样你快点走开啦，这样要不然我就打你啊，又找些石啊钉他啊，这样。但是常不轻菩萨咧，佢个心就系希望佢哋能够明白每个人都有佛性，咁所以咧，咁佢喺佢呢一生，即系常不轻菩萨喺呢一生，佢冇修其他法门，佢就系修呢个法门，就系见到四众弟子咧，佢就系好恭敬咁样礼拜，同埋话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，佢就系呢一生就系修呢个法门。咁当佢命中嘅时候咧，就感到咧虚空咧当中咧，威音王佛咧就所讲嘅《妙法莲花经》嗰个法音咧就现前啦。咁佢听咗之后咧，佢得到神通喎，咁佢又延长咗佢个寿命。咁呢啲曾经打或者骂过常不轻菩萨嘅人咧，佢睇到常不轻菩萨，哇，寿命又增长咗，智慧又增加，仲有神通添，咁佢哋个个生起咧忏悔嘅心，个个都向常不轻菩萨求忏悔。佢哋求咗忏悔之后，虽然佢哋系忏悔咗，但因为你打过同埋骂过常不轻菩萨，所以咧佢哋得到嘅果报咧，全部都堕落地狱。咁佢哋落咗地狱之后咧，受完苦啦，咁佢翻上嚟。咁经过一段时间咧，又遇翻常不轻菩萨，就为佢哋讲经说法。咁最后咧，佢哋都做咗常不轻菩萨个弟子。咁所以呢一品咧，当机者咧系大势至菩萨。咁佛咧就系为大势至菩萨讲出嚟嘅。咁而我哋净土法门啦，佢建立喺一个基本嘅理念咧，就系话咧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跟这个儒家所讲，人人可以像尧舜禹这样，可以作圣作贤，
大家都是相通的，一切众生都有明德之性，都能够成圣成贤。那我们佛教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那两者的因果是相符合的。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呢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内重己灵，在我们内心就要尊重自己这念的心性。这念心性是具足着这个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善法，具足一切真法界全体的功德，全体都是如来藏，具有真如佛性，只不过是我们现在那个真如佛性已经埋没了。埋没在哪里啊？在我们的分别执着，在我们烦恼里面。虽然我们是有佛性，但是现在又没有办法能够现出来，我们被整个无明的心意识包住，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业力的凡夫。西方净土念佛法门就是要我们成佛。他这个法门呢，是叫要截门庭，就是这个要，就是真要、精要、心要的意思，是佛一代时教，让一切众生究竟成佛的心要法门。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，都可以引导我们解脱，将来成佛。但是大家比较一下，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是有一些特点，因为它是叫做截，截径的截，即是直截快速，不走弯路，所以呢就叫做要截门庭。八万四千法门呢，我们称它为通途法门。通途佛法呢，是要靠自力去修行的。怎样修法啊？修戒、定、慧，修六道万行，一步一步这样修到断烦恼，正真如自性，要断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然后先成为妙觉菩萨。当妙觉菩萨之后，如果他修得好，最后那个无明都灭，他朗然大觉就成佛了。净土法门呢，是仰靠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，以果地的觉作我们凡夫因地的心。如果你信和发愿持名，全靠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，然后有佛力的加持，才能够令到我们不断烦恼，而可以得到涅槃分，可以给我们大业往生。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得到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，就能够给到我们具有佛的三十二相好、八十随形好、六种神通、种种智慧、辩才。所以讲话截，就是截在这个方面，即是讲快速。那就是全靠他力，全靠佛力。只要你具有信愿清明这样的行持，你就能够把佛的功德转为自己的功德。这些就是叫做香光庄严，以佛的五份法身香、波耶智慧光来庄严我们当下这一念心。前面讲人人都有佛性，也就是我们人人都有无量光、无量寿，这些是我们的圣德。然后这个弥陀名号里面就已经包括了这个无量寿、无量光。又讲回法藏比丘，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的前生。
咁樣法藏比丘成佛之後，佢果地有一樣乜嘢咧？就係佢個覺性，佢用佢個覺性，我哋稱阿彌陀佛個名號，就將呢一個功德就轉落去我哋嗰個因地嗰度。所以話以果地上個覺性引發我哋因地上嘅無量光壽，所以我哋念呢個名號就係念我哋自己嘅心，一聲佛號一聲心。所以念呢句佛，越念我哋越覺得好親切，因為我哋能念嘅心同埋所念嘅佛號係同溝嘅，係同質地嘅。咁可以咁講，以空印空，似水投水。我哋具有無量光壽嘅心，換句話嚟講，西方極樂世界無盡嘅莊嚴，亦都喺我哋呢一念心性裏面。念佛號、念淨土嘅莊嚴，就係念我哋當下呢一念心。所以呢個法門，人人都可以修。咁樣，由此我哋就可以作咗一個理論嚟依據。龍書居士就係作普勸修持，喺呢個淨業三福裏面咧，就有勸進行者呢一個科目。當我哋接納到淨土法門，得到阿彌陀佛嘅恩典，得到真實大利嘅時候，我哋亦都要做如來嘅使者啊！點解啊？讓更加多嘅眾生懂得點樣去念佛，大家嚟得到呢個念佛嘅法益。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普遍咁樣勸勉一切有緣嘅人嚟修呢個淨土法門。咁好啦，繼續咧，我哋睇埋下一段。普勸修持一，或人問孔子曰：人有千家而亡其妻者有諸？孔子曰：又有甚焉？結咒則亡其身，若以道眼觀之，今人皆亡其身矣，何則？自早晨開目離沉，至夜間就沉閉目，無非塵勞，未嘗暫醒吾身，是皆亡其身也。且人之於身，以日言之，莫大於飢渴，必為食飲之備；以睡言之，莫大於寒暑，必為求覺之備；以終身言之，莫大於死生，而不為淨土之備，何哉？且若人有八根之金，缺有大難，不能負揭以行，必捨之而去。若抱金而與之驅使，勢必為之大愚。是皆如知此身重於百斤之金也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呢一段普勸修持第一篇，因為普勸修持咧有九篇，依家咧就係講第一篇。咁啊，大安法師咧就佢呢一篇嚟講咧，佢就俾咗個標題咧，就話咧吾身即吾身之實修淨土。就是要愛惜、珍惜我們身體當中真實的這個佛性，這樣我們要修淨土法門。這個指點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們時時對我們這個身體當中真實的東西，我們是不了解、迷失了。而對於身體當中不真實的東西呢，對於一些身外之物呢，反而呢我們認為是很真實的，一生這樣去追求，一生為他忙碌，一生這樣在那裡顛顛倒倒，還有呢過著很痛苦的生活。
咁呢一个指点就系对于现代嘅中国人嚟讲系非常咁重要嘅问题，因为我哋从小就接受乜嘢咧？系唯物主义嗰个教育，认为呢个世界唔能够以人嘅意志去转移其他啲嘢，系物质决定咗我哋嘅意志。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意识，所以呢我们受这一套哲学理论的影响呢，我们就一定会对外面的东西呢很爱惜，很贪恋，很执着，对外面呢越执着越认为它是真实呢，往往呢就把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东西呢就不记得。这一种不记得，这一种遗忘呢会导致负面的影响就相当大，所以人心呢就会败坏，道德呢就会低下，内心呢就很茫然不安，内心好像没有一种秩序感。当外面一混乱起上嚟咧，如果我哋个根本一失去嘅话咧，即系好似一棵树咁样，佢个根一失去嘅话咧，个枝叶咧都会枯脆嘅，会谢。咁修道咧就会被边缘化咗。咁一切外面嘅物质都系真实嘅话，咁人死咗就乜都冇啦。咁如果系咁讲，呢个系断灭嘅观念。你讲下，如果系咁嘅话，我哋使乜要去修行啊？咁所以呢个知见咧系不正嘅，咁样佢会影响到我哋人生嗰个价值、生活嘅方式、行为嘅方式，系极为颇大嘅。咁所以咧点？我们一定要从识吾身之实这个基本知见我们落手，来建立我们修道的依据。那你看看龙枢居士又怎样去表述，那他是引用了孔子当年有一个小公案来讲，他说有人就问孔子啊，一个人迁家即是搬屋啦，乜嘢都搬走噶啦，一定噶啦，吓、啊、好奇怪，搬晒啲嘢上车，唔记得咗带个老婆上车，咁就走咗去。咁一般嚟讲都唔会有呢个情形，系咪？咁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问阿孔子啊，咁会唔会有呢个情形咧？咁样，孔子就答：有噶，有呢个情形，搬屋啊，挂住嗰啲。物件啊，老婆唔记得啊，带上车都有。佢有啲仲比较严重，仲有啊咁样。咁孔子咧就引用咧桀同埋纣呢两个人嚟作比喻。桀咧就系夏朝时期咧最后一个天子，叫做夏桀。纣咧就系商朝时期咧最后嘅一位天子。咁呢两位咧都系亡国之君，亡国之君就系讲佢忘其身份，佢把自己个身份都忘记咗。咁啊，点解话忘其身咧？咁就系因为佢唔了解佢贵为天子之后，一定要有仁爱之行，一定要施行仁政。咁佢现在站住喺天子嗰个位置上，佢冇咁去做，而暴疾成性，不仁爱，专顾自己，唔顾老百姓嘅生死，咁就令到啲老百姓咧生活喺水深火热当中。咁样你睇下呢个国家，一定系保唔住啊！如果这个国家保不住，那他身为国君
天子，咁亦都會同歸於盡啦。咁所以佢哋不仁不孝暴疾呢個情況，就係等於把自己嘅身體忘記咗。咁所以就係由於夏桀王同嘅殘暴，咁所以咧就形成咗成湯嗰個革命。咁商纣王嗰個殘暴，咁就有周武王嗰個革命。咁兩個加埋嚟講叫湯武革命。湯武革命咧係順應人心，所有百姓咧個個都希望有好嘅國君過嚟。佢哋覺得喺佢哋呢兩個國君統治之下，佢哋覺得好慘。佢好希望能夠有仗打，有人奪呢個皇位。咁當百姓見到成湯嘅軍隊同埋周武王嘅軍隊打入嚟啦，哇！佢哋開心到不得了，攞嗰啲飯餸啊，嗰啲飲料啊，咁樣去迎接呢啲軍隊。你諗下，啲軍隊點解會能夠打得贏呢場仗呢？就係因為佢啲人民已經裏面叛亂啦，唔想呢個皇帝再喺度。咁所以咧，革命就係講應乎天而順乎人，應乎天道。天道係以好生為德。你現在做咗暴君啦，對嗰啲百姓生命都當作草菅人命咁樣殘酷成性，咁係違背天道。咁每個人個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仁愛嘅國土裏邊。咁如果你係暴君，人民內心就好希望去推翻佢。咁所以當時咧，嗰啲人民咧就希望啊，太陽快啲落山，呢個皇帝快啲退出呢個皇位，我情願我同佢一齊攬住落山。佢哋當時怨恨到呢個程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知道咧，歸為天子，如果真係冇仁愛嘅心，就係等於自己嘅身體都忘記咗。比起搬家忘記咗，掛住啲行李，唔記得帶走嗰個妻子，仲更加嚴重。所以咧，通過呢個夏桀同埋商纣兩位國君呢個亡其身，咁我哋咧就明白到啦。咁現在我哋如果以道眼觀之，就係站喺一個智慧、真理、超越性嚟睇，現在人人都係亡其身噶，個個都忘掉咗自己個身。咁又點解咁樣講咧？嗱，你可以睇下一般人嚟講個生活狀態，你就知道啦。從早上一起身睜大隻眼，咁就起身離開張牀啦。到到晚間，咁就翻到個牀上咧，眯埋隻眼就瞓覺啦。咁一天到晚忙啲乜嘢啊？忙嚟忙去都離唔開我哋呢個五欲六塵，上班啊，賺錢啊，想辦法坐上高啲嘅位置賺多啲錢，咁就一天到晚離唔開呢個功名利禄、人我是非、恩恩怨怨、五欲六塵，就係咁樣。咁所以咧就叫做塵惱，呢啲就係煩惱。煩惱咧就好似灰塵一樣咁多。咁把我哋呢個心嘅塵惱，如果唔停嘅話，唔截停佢嘅話，我哋就係從朝到晚，從生到死，
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都没有一刻的时间去反省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的意思在哪个地方呢？我们的生命归宿将会去哪里呢？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在哪里呢？我们怎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？我们没有去敲问这些这样问题，也都没有去思维这件事情，没有去看下古圣先贤宗教文化当中去找寻这些答案。那我们一辈子一生就是挂着吃喝拉撒睡眠里面那就度过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又有一种自我自私自利狭劣的心。这样你说是不是一定我们会做种种的恶业呢？这样就好像夏桀王和商纣王一样咯，亡其身。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问，亦都自己要去思维一下。我们现在的人已经成为了一个颠倒的那个现状，你问一下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反而有人会笑你。那我们想回起在我们小个的时候，小路仔的时候，那有些小朋友都会问他爸爸妈妈，啊，我在哪里出生的？我在哪里来的？我将来死了会去哪里呢？太阳为什么在东边升上来的？为什么不从西边出呢？这样有些首歌真的很天真的，事实这些问题他都很想知道的。这些问题实质上是问得很有意义，但是他们父母呢一般来说都会说，你问这些问题做什么？你首歌这么幼稚，问这些这么可笑的问题。殊不知道这些真是真实的问题。这个真实的问题你估佢父母会唔会知咧？我谂佢父母当时佢问佢父母嗰时候，佢父母都觉得有，但系佢自己谂下，啊，我就系忙于生计，为咗生活，我都忙过不停啊！我都仲边度有心思关心呢个问题啊？生从何来？死向何去？人嘅意思同埋价值？唉，哪有得闲想啊？个个人都是这样生活下去的啦。我想他父母都会有这样。首歌就有这个天真的时候，问这些问题真真实实实在在是有意思。但是在他那个童年的时间这么短，他自己又答不到，父母给不到他，很快脆这样这个时间就过了。这样很快快高长大了，长大成人了，发育了。好啦，个个都说好啊好啊，好现象是吗？最紧要啊快啲大啊。好啦，大咗呢就一堆烦恼嚟啦。欲望又会上嚟。大个咗又会谈恋爱啦。啱又会结婚啦。结婚又会生儿育女啦。有咗首歌啦。上有老大，下有小儿啦，又要养家活口啊，咁样，哎呀，就系咁样啦，一世就系咁啦，由朝忙到晚，由年轻忙到晚年，年纪大啦，老啦，身体又唔好啦，咁又想啊，点样可以自己长寿一啲咧？咁样，一世都冇时间，冇谂过。这个生命本来那个问题，我们的身体真实的价值在哪里？是不是就是这样？你想想，我们普通人就是这么悲哀的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来说，我们要思维一下这个身体，我们以一天这样
好啦，以一天作为一个时间嗰个观念去睇啦。一日嚟讲，我哋面对咩问题呢？系与生俱来嘅问题，就系要饮食。你唔饮食，你又会肚饿，你又会颈渴。咁样唔食嘅话，可能命都保唔到。本来实质上咧，我哋个生命唔系呢一种情况，因为我哋业力所感。超感到我哋喺人道，所以人道咧就要食嘢嘅。我哋本身咧，我哋嗰个自性咧系唔需要食嘢嘅，咁冇办法啦吓。咁嚟到我哋人道咁啊，有饥渴噶，咁有饥渴，咁我哋咪要食咯。咁样几个钟头就要食一次嘢，唔食咧个胃又同你反转去，又会死，又会病。咁样喺呢个情况之下。我哋冇办法，所以每日咧，我哋咧就要咧准备啲药，咩药啊？食物咯，饮料咯，就系药啦。咁你食物饮料食咗落去，饮咗落去咧，咁啊药到病除喎，咁啊冇病咯。咁但系咧唔系话冇病啊，几个钟头后你又病啊，咁你又食啲嘢落去啦，咁啊好啲啦。咁所以一日嚟讲咧。你都要为每日咧嘅饮食咧去作准备。咁如果一年嚟讲，我哋又点样去睇咧？一年咧最大嗰个忧患咧就系冬天同埋热天，就要为冬天同埋热天做准备。冬天咧，我哋要准备棉胎啊、厚嘅衣服啊咁样，或者买多啲实实在在、真实嘅食得饱嘅嘢，天热咧，我哋唔系啦，准备啲薄啲嘅衫，凉啲嘅。如果环境好嘅咧，有冷气机啦、风扇啦，系嘛，咁啊，或者买块竹席啦，种种，睇下你个经济点样。咁所以每年咧，你都要为呢、这个。冬天同埋夏天呢两个季节特别啲嘅，咁然后做一个准备。咁如果以一生嚟讲，我哋有啲咩准备咧？一生当中最大嘅问题，莫大于死生呢个大问题。一般我哋咧，对于冬天又识得作准备，对于饥渴又识得作准备。日常生活我哋都要去准备，咁比较大一啲嘅事，有生就有死，咁样有死就有生，咁呢样嘢我哋啲人就唔记得噶啦，净系记得为一日为一年咁样去做嘢，去准备，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咧就好遗憾，咁现在咧。有一个学问呢，一般人我哋都叫做生死学啊。咁啊，大安法师话有一次呢，佢又遇见一个生死学嘅教授。咁佢就跟日本一批研究生死学嘅人呢进行交流。咁大家一交流起上嚟呢，就搞唔掂啦，因为点解啊？我哋中国就讲生死学，日本人叫死生学，死咗将来生去边度？我哋中国人就唔系，生有生就必有死，咁就系呢两个字，大家都系两个字，一个行先，一个行尾啫。咁就系为呢样嘢，就大家冇办法可以交流。咁因为我哋中国系唯物主义噶嘛，所以咧。就有死，就必有死就有生就必有死。咁所以咧，佢哋日本咧就死咗之后生去边度咧？大家两个冇办法可以协调，可以研究。咁大安法师咧听到咧，就同个教授讲：如果你了解到净土法门咧，你就会觉得咧
佢呢個死生學咧，真係好貼切嘅。喺我哋淨土法門嚟講，我哋要關心死咗之後去邊度啊嘛。提出呢個問題，唔係話死咗乜嘢都冇，人死燈滅。咁好似呢個宋朝明理學家，佢哋咧就係咁講，佢話人氣之聚就叫做生。人气之散掉为之死，气都冇啦，咁乜都冇啦，乜都冇啊，咁边度有轮回呢个问题啊？亦都冇话要落去地狱受苦呢个问题啦。咁呢一种咧系断灭见，呢个系大邪见。如果我哋个个都咁样谂咧，就会导致我哋对生命嘅真相唔能够了解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一定要有一个正确嘅正知正见，有死必有生，生到去边个地方？咁我哋生命当中最要关注就系呢个问题。当我哋关注咗呢个问题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知道六道轮回都系苦难嘅地方。都不值得我们去投胎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常乐我净那个法性土，是跟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的好地方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的国土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究竟的归宿处。建立了这个理念之后，我们就要为我哋呢期生命完咗去作往生净土，要做准备。如果我哋唔为往生净土做准备，咁样我哋就好失败。咁样又用一个比喻嚟讲啊，人系要关心自己最有价值嘅物件。有好多嘢都好有价值，但系要你一定要放弃嘅，拣一样。咁你拣乜嘢咧？嗱，好似选择一个最有价值嘅东西，例如就系咁样。人对于黄金个个都好中意，因为黄金有价值啊。咁当你有一百斤黄金的时候，哇，好多啊，你好开心啊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大难来了，威胁到你的生命了。那你想想啦，如果你拿着这一百斤金来走呢，你就走不动的了。那你要命就要金先。那是人正常呢，都是保住条命先啊，放弃了黄金。那这个个个都有智慧吓。如果唔系，如痴到咧揽住啲金，走唔喐都好啦，一齐死。啊，咁呢个咧，我哋世间啲人咧就话佢咧真系好如痴啊。咁我哋可以话俾你听，我哋呢个身体，我哋呢个生命嘅价值咧系超过100斤黄金的价值，因为任何黄金咁有价值，都不乎是身外之物。如果你身体冇了，你的生命都冇了，就算黄金有几多几多，对你嚟讲有咩意思呢？是冇意思的。所以我哋大难当前，宁可舍弃黄金，先补翻条命。咁好啦，睇埋下半段。言平日则区区吹鸣敬利，虽百钱之物，亦不肯舍弃，而不自爱其身，何哉？或扎以盗窃，或苛以禽畜，则佛言而怒。有至于终身怨恨而不可解者，
有至於勾擊而成慾眾者，彼盜竊禽畜之名，無損於吾身，乃惡之如是。是徒識吾身之名，而不知識吾身之實，何哉？且吾身之實者非他，強名若使，而實未常使者是也。人徒見其捨此敗軀而去，乃為之始，不知捨此則往彼矣。然其所往之處，岂不可預備哉？故西方之說，誠不可棄。咁對於一般大眾嚟講，平時我哋嘅生活都係咁噶啦，一心一意，努努力力咁樣執住世間嗰個名利，吹名競利，追求名聲，競爭利益，個個都喺呢個過程當中，個個都係用呢個心性。咁樣，我哋本身嗰個智慧就會淺薄噶啦。私欲深者，天機淺。咁點解咧？你對於世間嘅名利，好去好求，好去追求。咁你嘅天機，你嗰個悟性咧？就會淺流，咁一定係一個長就一個短嘅啦，冇話兩樣一齊嘅。咁樣古人咧，古聖先賢咧，就點解要我哋少欲知足啊？寡欲啊，就係因為寡欲先能夠使我哋個心寧靜落嚟，淡泊。然后先能够明智。如果我哋吹名竞利喺呢个过程当中，虽然系好微小嘅财物、百钱之物，但系个个人都好吝啬，唔肯放弃，唔肯去布施，就喺呢个过程当中，就因为佢爱咗外边嗰啲财物。他就不會愛惜自己的身體，有些以身殉肉都有，有些為了得到的財物命都不要都有，那就為什麼呢？為了五欲，達到 五欲的滿足，不惜把自己的生命呢作了賭注，為了是要得到。所以說呢，爱其身，仲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爱我哋呢个虚假嘅名，爱真实呢样嘢就有分别。一般人呢，与生俱来呢，个个人一定有良知良能嘅。虽然佢喺度追名逐利呢个过程里边呢，他暂时他是迷失了自己的本性，但是呢他终究呢他都不会说完全没有的。所以呢每个人呢都有一念的善都有的。那好像那些江洋大盗啊，他们打家劫舍啊或者什么，但是他们都还有一些良知良见的，不会全部没晒的。这样我哋如果俾人哋责骂，话你系一个小偷，或者佢对你嗰个不道德嘅行为，有啲人好直接话噶，你咁样做啊，禽兽都不如啊，你简直就系一个畜生。咁样去闹你嘅时候，咁你一定会好发嬲啊，好唔高兴。因为点解啊？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善人。嗱，好似你对一个三岁的小哥讲，哎呀，你好乖啊，你好得意啊，好靓咁。
啊，佢又眯眯嘴对你笑。如果你话乜你咁曳噶，咁丑样啊，哇吓！呢个首歌就即刻就唔开心啊。咁呢个就话俾你听，人嘅天性里边个个都希望成为一个善人，唔希望成为恶人。如果你真系正面咁样去苛责佢，坏系畜生，坏系小偷，佢梗系会发嬲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呢个怨恨呢，一生呢都好难解得开。咁样世世呢就会跟住你呢结咗一个好大嘅怨。咁点解呢？俾人话就是因为你话亲佢嘛，佢要保住自己嘅名声。咁佢嬲，咁咪同你打交囉，甚至乎去差馆啊，告上法庭。咁样人类历史上呢亦都好多冤假错案，唔好系乜嘢，佢哋就系为咗乜嘢呢？为咗一样讨返个公道，呢样嘢就系为咗面子啦。咁你俾人话小偷畜生，但实质上有冇损害你个身体？跟你的身体来讲是没有妨碍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讨厌到这个程度，会发晒嬲？因为就是表明我们为了不衰得自己是做错，行为是这么差，但你都不可以这样说我。要明嘛，要明嘛。但是我们最清楚清楚，呢啲只係虛假。我哋個問題就係我哋要珍惜我哋身體裏面嘅真實嘅嘢。呢真實嘅嘢係乜呢？問題就係我哋對唔真實嘅嘢，我哋執著；對真實嘅嘢，我哋就忘记咗。呢、这个真实呢就係、是、可以讲有生就有死。咁呢、这个真实就讲死亡，我哋就要面对。但係如果你话讲死亡呢样嘢，又唔可以讲忘得晒喎。死亡死亡真係冇啦，係咪？死咗咪冇囉。但係我哋呢不是没有的，我们是说那个神识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神识呢是借助我们父母的恩缘，我们来到投胎，就是这个神识来投胎，然后死的时候呢，个神识呢就离开我们的身体了。那我们身体是四大假合的，这样就是业力牵引。好啦，如果这个神识离开了我们的身体呢，那这个神识呢就跟着呢又会去再找另外一个生命的载体，即又找第二个生命去 投胎了。那呢不停这样接续接续这样的。那你说我哋嘅生命嗰、那个神，我哋可以讲佢系主人翁嚟嘅。咁如果佢败坏咗，嗰、那个系身体嚟嘅啫。咁如果个身体一坏咗，我哋系叫死。确实咧就未死得晒，因为佢仲要去第二度投胎，始终仲有一个神识喺度。咁但系我哋喺凡夫嚟讲咧，就叫做呢个神识喺度，咁就叫生人啦，个神识离开咗咁就死啦。咁死咗之后，咁个神识去边度呢？我哋冇諗到呢样。咁所以呢我哋要知道，实质上呢我哋面对就係呢
当个神迹离开咗之后，我哋个身体已经腐烂啦。即系火葬又好，或者土葬又好，咁个神迹跟住就去另外一个六道里边，是但一道去投生。咁我哋有冇谂下，我哋投生去边呢？咁呢样嘢咧，你可唔可以作得主？我哋可唔可以下一世做翻人呢？呢样嘢我哋作唔到主，点解咧？就睇下你今生，你嗰个善业同埋恶业，咁样善恶业决定你将来投生到去边度。今生我哋系人个样，下一期可能我哋披毛戴角。可能做了畜生，是改头换面而已。我们要知道这个神迹是会轮回的，所以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关心一下这个神迹去哪里，将来会去哪里，我们一定要作得主嘛。所以一生来说，我们就要准备，准备好呢样嘢，呢样嘢乜嘢啊？就系准备我哋面对将来我哋死嘅时候，我哋能够作得主去边度？咁我哋上边亦都讲过一个比喻，即系好似你出城去出差，咁你去到嗰个城市嗰度，第一你就嗱嗱声搵翻一间住房。咁等到你办完工之后咧，你就有个房住，咁你咪安乐咯。咁我哋如果系信仰净土法门念佛，咁就系等于咧，我哋为我哋身后嘅事作咗一个准备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先系我哋嘅归宿。咁样我哋已经有归宿啦，咁我哋个心咪安咯。咁我哋就安乐啦。咁从生命嗰个轮回，我哋必须要去面对。面对系点样呢？我哋要睇下我哋将来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去阿弥陀佛嘅国土。呢个净土法门，个个都要去，因为六个世界都是苦难，唯一一个世界是极乐世界，是常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不是说我这期生命完了，我神识走了就没有，不是，它一定是会一路这样轮回轮回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不好好这样在这期生命仲在之时，好好修呢个念佛法门，咁样我哋一切众生嘅生命系好重要嘅。咁我哋唔系话咁简单啊，食少啲嘢啊，或者着少啲衫都可以顶得住。当你个生命一完嘅时候咧，你就冇办法。由你的业力牵引你去轮回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为什么要宣说这个净土法门，就是希望劝勉一切人去修持念佛法门，这样为我们死后做一个准备。咁第一篇咧，我哋讲完，跟住咧，我哋讲第二篇。普劝修持二，人生时，父母、妻子、屋宅、田园、牛羊、驹马，以至台凳器皿、衣服、带索等物，不问大小，或祖父以传于己，或自己营造而得。或子孙，或他人，
为己积累而得，色色无非己物。且如窗子虽微，被人刺破，犹有露心；一针虽微，被人将去，犹有沦心。仓库既盈，心犹未足；金箔已多，仍犹未止。举眼动步，微无非外着；一宿在外，以念其家；一仆未归，以忧其室。种种事务，无非挂怀。一旦大限到来，尽皆抛去。虽我此身犹是器物，放身外者乎？这个是普劝修持第二篇。个题目就是说，舍患修真生净土。要我们舍去虚幻那个业报身，即是我们现在这个业报身，来修我们本具的真如自性，求生这个净土。这些文具在我们日常生活来说，我们要自己去觉悟一下，我们这一生我们都是做着一个梦。我们在梦里面，我们常常都不知道自己是做着梦，把梦里面一切都看到非常真实。在梦里面又不停地做梦，梦里面又有梦，梦中套梦，所以这个梦境就是令到我们越来越醒不到。梦里面是幻象来的，你当下看到看得出这个是幻象，那你就能够觉悟了，那你就是能够从在梦中醒过来，就能够回归到我们生命那个真实。我们生命最真实的呢，是最终我们都是要回到极乐国土。这个梦幻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有六亲的眷属，我们有一些资深的用具，我们很贪爱。人一生当中，自己的父母还有妻儿子女，好像我们购买了个物业，例如田宅啊、园田啊、屋宅啊，还有家里那些牛羊啊、猪狗啊咁样，或者屋企嗰啲家具，台台凳凳啊，嗰啲器皿啊、衣服啊，或者一条带啊、一眼针啊咁样，呢啲咁嘅物品，你唔好理佢大或者系细，呢啲财物，或者是我祖父或者祖先传给我的，或者是自己经过一生勤劳所作而获得的。那这些财物或者是好命生到有出息的那些仔女啊、孙啊这样啊，或者有些有缘人呢跟我储蓄了一些钱送给我，那这些财物你不要理它的来源是怎样，是祖先给你啊，或者你自己找回你啊，或者人家给你啊，本质上呢都不是你啊。这些这样的财物确实是身外之物，但是在名义上呢好像是你啊，但是你都
不一定完全可以享用得晒嘅。咁所以咧，有一句话咧，财为五家所有，火灾啦、水灾啦、小偷啦，或者国王啦，需要你嘅财物，国王可以强夺你都得嘅，或者你生个败家仔嘅，你话俾我听。一个仙你都冇啊，仲可能你仲要同佢还啲赌债啊，咁样你话呢啲财物系咪真正系你嘅咧？所以话属于五家共有嘅财物，但系我哋咧时时咧对呢样嘢咧睇唔破，放唔下，睇呢啲咁嘅外财咧，好似条命咁样。咁样咧，成日谂住咧，为咗呢啲钱钱财财咧，命我都唔要，就为咗要得到。咁喺呢个过程里边，就系因为我哋有嗰个贪论嘅心，就好容易咧就显示出咗嚟。例如你屋企嘅财物，就好似以前啲人咧，嗰啲窗係鐵塊紙啊嘛，係紙窗嚟嘅，即係咁微細嘅物品，唔值錢噶。但係如果一個人經過揾隻手指一篤，哦，咁啊篤穿你個紙窗，就篤咗個窿，哇！我諗你發曬脾氣啊，做咩啊？把我個窗啊整爛啊咁樣。咁又或者你有眼針個微細啦，咁人哋同你借隻眼針俾我用，但佢冇還俾你喎，咁你好吝嗇啊！哎呀，有冇搞錯啊？借咗我眼針仲唔攞翻俾我，咁樣啊你又會嬲啦。咁我哋又睇下《儒林外史》嗰度又講有一個人。这个人是很吝啬的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他家就点了一盏油灯，这个油灯就有两条灯芯，他望到这个油灯他就不断气，一味就望着油灯，他很爱惜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一盏油灯为什么要两条灯芯啊？这样咁但系佢死到临头啊嘛，冇气啊，讲唔出啊，咁啊手系咁样指住眼灯，又唔知噏乜，咁系唔断气，咁所以话咧，知父莫于妻，佢太太咧就知道咩原因啦，佢啲仔女都唔知啊，就话爸爸做乜嘢啊，仲唔断气嘅？点解啊？硬系望住眼灯。咁佢个老婆就话啦：，你快啲将呢个油灯嗰两条灯芯攞走一条就得啦。咁样，咁佢哋真系攞走一条啊灯芯。咁佢个老爷咧就断气嘅。咁你谂下，一个人真系吝啬起上嚟，个心就系咁啊，死都放唔下。唉，所以人咧真系有时都几可怕。咁一眼灯心，佢都放唔下。咁又另外一个例子啊。咁啊，巴尔扎克咁啊写一个人叫做葛朗台，好富有，但系佢又好吝啬嘅。吝啬到咩程度咧？佢有钱到不得了，佢俾人哋感觉佢屋企啊。寒酸到好穷嘅，食嗰啲嘢咧又好粗啊！咁佢个女咧慢慢就长大啦。咁你平时着嗰啲粗衣麻布都冇所谓嘅。咁有一次咧，就参加一个舞会啊，咁啊想同爸爸咧就攞钱做一条好样啲嘅裙啦。佢爸爸都唔俾，点解啊？
因为他爸爸自己都不舍得用钱，他怎么会舍得给家人呢？那他赚到那么多钱又怎么呢？哦，原来他全部呢就放在角仔上面。他又怕人家知道，他每天呢最大的享受呢就等到三更半夜，拿着一眼油灯，慢慢静静地走到上去最顶那层阁楼。因为那层阁楼做什么？全部都摆满了一缸二缸那些珐琅啊，装满了。那他呢上到去之后呢就打开个盖，逐缸逐缸去看看有没有少到，跟住呢就用隻手呢拎起啲珐琅又摆低，又去嗰边又拎起啲珐琅又摆低。咁喺咁不停嘅动作里面呢，咁咪会擦出啲声音嘅。哇，佢话呢个世界上最美妙嘅音声就係现在呀，就係呢啲珐琅嘅音声。咁你諗下，佢一分呀佢都唔肯用。佢係咁有钱，但是对他来说完全还穷那些穷鬼，因为他不舍得嘛，他吝啬嘛，他心就是这样。他赚很多钱，他仓库里面都摆满了，但他心都不心足，还想搵多些，搵多些黄金啊丝绸 啊摆满了，就算摆满了他都还是去一味是这样去赚钱。你想想贪心，一个人一贪心啊真是没了理性。所以呢人类呢是一切动物当中呢最贪心的一种。同埋呢还有呢很喜欢呢去储存那个欲望。那你看看老虎啊，老虎你看到它凶猛的。但是老虎你看看，如果它吃饱了之后呢，它见到人或者见到其他的动物呢，它不会起心动念去想去吃它。为什么？老虎吃饱了就算了，老虎它有一个道德，懂得去节制。但是人呢连老虎都不如，因为人是贪得无厌。他虽然是有足够的财富，但是他还想更多，永远不会有止息的时候。所以就说欲签难填，就是这样解。那就是我们人类很多灾难的根源呢，都是由于我们这种贪心，这种吝啬的心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那个眼睛呢都是很贪，一味就看着好东西，一看到好东西呢就想占为己有，那他开始就动步了，行动就开始做了，一看到好即刻就想着拿上手，那就是因为他贪爱，那他就是主要他执着，咁佢就起咗个作用。所以睇下啲人一睇到钱就发光，佢睇到其他啲可能佢冇乜感觉，但一睇到钱呢就眼红。咁呢个一眼红呢就麻烦啦。点解呀？佢一眼红佢就想要嘛，係咪想尽办法喎？咁可能为咗呢样物品佢就杀人他都会做，因为他想得到这件事。那这些都是叫贪爱，执着到极点的一种造业。那这些人呢每天呢就是只是知道屋企最紧要多钱。如果有一晚呢他这些这样吝啬的富翁呢在外面呢出差啦，或者去住宿啦，他的念头呢都离不开屋企，虽然是一晚在外面，但是他都想着屋企，
我的妻子是怎样的，我的财物是怎样的，我工人呢有没有又偷懒呢，就是为了这个贪爱和执着，那就将这个人呢的心呢就绑住。所以这个贪恋是比什么力量都强大，就算好像监狱好了，监狱都会有坐完监、出监、放监的一天，但是他的人呢对妻子和对财物呢永远没有远离这一念，就是这样将他们一生这样困住。所以我们有些人就说，出家出家有什么那么好啊，出家就不会这样了，所以出家呢就比其他人来说呢功德那么大，因为出家就放得下。那我们也要知道人是要死的，当他大限来到什么都要抛离的，这个死亡呢是对那些贪心的人呢你知道了，应该当头棒喝，你听过了，听到我讲了，你应该要明白改过。到你死的时候，你所用的不择手段得回来的财物财富，没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得走。大安法师也都看过一本书，就说呢有那些一大即很多那些、金融家，他们确实呢真的积了很多财富。这些财富呢就例如好像比尔盖茨啊、巴菲特啊这些这样的大富人家呢，还有那些大银行家，他们的财富呢来比较呢个个都很有钱。还有呢他们呢那些财富呢是保密的，是没人知道的。那他拥有的财富太多，他可以说呢他能够呢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呢他可以控制的，甚至乎呢他可以挑拨战争去都得的。你想想他的钱多到几紧要。那有一个家族很有钱，那他最后呢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钱太多了，但是我们毕竟都要死。那当他家族有一个人说得出这句说话的时候，那你想想，我想他们都会 有开始有一些觉悟，钱财是带不走的。这样我们这个身体始终都是要抛弃的，就算多有价值我们都没办法。当我们的神识离开我们的身体之后，那我们这个身体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身体有什么价值呢？甚至乎可以说埋葬啊，或者 火化啊，这样。连自己你想想，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够保存，我们身体都是属于抛弃之物来的。所以一旦我们死亡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了，一文都不值。好像就算那些死猪，是不是猪头肉、都可以拿出来卖几分钱，但我们的身体死了一分钱都卖不到，死猪都可以卖得到。如果你拿个人头出去卖，我想吓死很多人。所以想想，我们记住我们身外的财物，我们要好好地去觉悟，不要做埋晒啲为非作歹嘅事，不要为我哋呢一生呢、这个身外之物去忙碌做咁多恶业。好啦，呢半段讲完啦，咁时间亦都到，咁下半段呢留返下一次讲。好，我哋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
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阿彌陀佛。